说到南方姑娘小丛啊，今年23岁，正是爱美的年纪。去年呢，她满怀期待的特意飞来沈阳做了整形手术。要说为啥她身在南方还特意跑沈阳来做整形手术呢？那么这个手术到底做得怎么样呢？咱们先来听听小丛姑娘说说这件事儿的来龙去脉。5月13号，都市生活会的记者在一家酒店见到了小丛。小丛说，他觉得整形手术失败了，给他带来了伤害，但是现在问题得不到解决，实在不知道该咋办了。是在去年的9月30号进行的手术。是在他们医院一共是住院了，差不多，所有手术下来差不多我10月15号才离开，因为我这中间。我的这个嘴反反复复，包括我，因为我做了一个胸部，我这个胸部就是没有长好。和小丛坐在一起的是他的好朋友，沈阳本地人。这些天，好朋友一直陪着他跑整形医院。小丛告诉我们，他做的是一个嘴部手术和一个胸部手术。那么，小丛的嘴部和胸部做完手术之后，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呢？因为其实我的胸最高最重要的原因是一高一低不在一个水平线上，然后当时我是看不到的，因为我的胸是被裹住的，它是有纱布的，但是第七天拆线的时候是可以看到胸部的。这个时候我就发现我的胸部不一样高低，他就跟我说在恢复期肿胀这都是正常的，你可以观察观察，我不可能做出有问题的胸，他自己说的。然后我在第七天拆线的时候正常拆线，我的左侧没有问题，我的右侧特别特别的痛，痛得我都哭了。我就一直叫，我说为什么这么疼，他说你拆线都会疼，你等一等。结果拆完他告诉我，你没长好，我又给你缝上了。小丛口中所说的他，是给他做整形的沈阳卓艺医疗美容机构里的一位姓党的院长。小丛说，为他开刀手术的就是这位院长，而且没有打麻药。我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，他说因为我告诉你，你没长好你就会紧张，你紧张就不会让我缝，意思是说我们两个就伤口那个时候在挣开的情况下很危险。我说那你也不能在不是无菌的手术室里给我进行缝合。但是当时我真的特别痛苦，因为第一我是一高一低，第二我真的特别的疼，你能想象不打麻药去缝针有多疼吗？术后拆线又无麻醉缝合的一系列操作，让小丛的身体和心理都受到了冲击。而他之所以不远千里坐飞机来到沈阳做手术，都是源于对一个人的信任。而随着手术做完，这种信任也逐渐消失殆尽。是因为这里面有一个销售，我高中在这边上过学，我高中就认识他，他高中的时候呢就是做这个，但是没有做这么大。后来他经常给我发这些案例呀，说他是做整容医院的怎么怎么样，因为我觉得我可能会比较信任他，因为我之前就认识他，我觉得他不可能坑自己人，而且他每天都跟我说你看一下我做的怎么怎么怎么样，所以我才不远万里飞到这个地方来做。因为看了不少成功案例，又有靠得住的朋友，小丛这才动了心。小丛说，这次手术他要做的项目是微笑唇、隆胸、中下面部线雕以及一些玻尿酸等美白针剂。我一共是转给了他们18万多，然后这个手术没有明细，因为他就是说我所有想做的项目他全都加在一起，给了我一个数字让我转账，我根本没有明细。有合同吗？没有。但是我在术前什么签的这些东西我都看不到，我也不知道我签的是什么。因为我当时说，我说我要我的病历本，他说你出院的时候我就会给你，但是我出院的时候我找他要过病历本，前台跟我说你去找你的销售什么要，说我这边不管辖，然后我就走了。我再找他要，他就是总是就是不回复这件事情。刚做完手术的小丛虽然身上疼，但是心里是充满期待的。可是万万没想到，花了18万的手术做完却并没有达到他预期的效果。我的嘴做完2个月，在1到2个月里我就是这种情况。我问他，他所有同学都跟我说在恢复期你等待就好了，可是现在已经半年了，我根本没有好，跟我当初1个月的时候找他是一模一样的。而且我的胸从7天拆完线就一大一小，他就跟我说恢复
一个月两个月，并且我们所有的记录，他教我怎么绑绷带，让我买什么样的胸衣，买什么样的这个束衣，让我的胸变得一样大，而且我每天晚上睡觉都不能脱胸罩，因为他跟我说如果你脱掉了就不一样大。我两三个月都穿着胸衣睡觉，而且我不可能吃一口辣，因为我首先我的嘴部非常非常的大疤，所以我不会吃。其次我的这个二次缝合的伤口一直都是特别特别的痛，所以我不会吃这些东西，我非常注意。而且我这个二次缝合的地方有一个结节，非常非常的硬，但是我左侧就没有，因为我左侧没有进行二次缝合。就是我这边的胸，只要我阴天下雨或者我激动一些或者没休息好，就会非常非常的疼，绞着心的疼。小丛不明白为什么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了，胸部手术做出来的效果却是不一样大，嘴部又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疤痕一直下不去。而我们在小丛的嘴部也能看到明显的疤痕，从嘴的外部来看，两边嘴角各有一道两三厘米的疤痕。我认为我的嘴是技术的问题，你像你留疤，如果不切怎么会留疤，对吧？我不可能凭空出疤，你为什么要切这么大的口？包括我的上嘴唇为什么要开口？虽然说每个人的技术不一样，但是我看了这么多这个案例，都是从里面开口或者在嘴角一两针。可是我的，我数了一下，我前前后后嘴加在一起要将近30针。当小丛描述到他没打麻药的情况下，胸部被二次的缝合，以及这个嘴留下的疤痕一直也没好的时候，我们真的也替小丛感到疼，但也有疑问，出现这些状况原因到底在哪儿呢？